说又变漂亮了。我看你 Facebook 上面很常去跑马拉松，是做野外定向，好健康哦。所以我今天呢带来一个从台湾来的健康的伴手礼要送给你哦。真的多谢你呀、啊、哇有礼物都好开心是啊，其实现在工作越来越忙、所以我尝试都在生活上面做多一些健康的东西。我现在成日在家整东西吃，还整面包添啊。面包现在自己做好像很麻烦，倒很多东西进去。其实都不会啊，我刚买了一部新的 JNC 面包机啊，很方便的，将所有东西扔下去按个掣就可以了。这么方便？是啊，不如我整个给你试下。好啊。这就是你带的面包机啊？是啊，其实有了面包机之后呢，整个做面包的过程都很简单。你看看材料都不会很多的，我们有面粉啦，有酵母啦，有菜油啦，有糖啦，还有水添。我今天还带了盒糖你啊，稍后呢放到这个自动干果格里面，它就会将它落下去的啦。我刚刚带来的东西也很健康哦，真还还哈气。这是台湾的名品情人蜂蜜，它是首家呢通过国家 GMP 认证的蜂蜜哦。我可以用它来代替糖吗？可以啊，其实用它来代替糖做面包，面包会更加健康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们来试试吧。好啊。噠噠，馬上把麵包就做好啦。哇，這麼快啊。其實在吃之前呢，我們可以塗結晶纯蜜來替代煉奶。那結晶纯蜜呢，因為裡面有豐富的葡萄糖，營養價值很高，而且它口感又比煉奶好。我們來試試看吧。好啊，我們現在來試這個。好啊。